回头客啦、熟人啦，又是同行，咱算半个，不能算全部啊。您这做的全，我这开店、那我开店是肯定是同行，这是老的，客的还可以，老的客的我喜欢，真的就不真实，这真的是。您说那价格有点过高，有点过高。有点过高，我这平时是六七千的。这，你还不相信？你刚才说八千呢？啊，就是八千，最低得六七千嘛。我看不到。我和他们买的，有时候一个人就拿几个，都是这样商量的。谁？好家伙，把这拿几个干啥去？我。你不相信？哎，我在大闸蟹上一个人拿了十万块钱。我孩儿，那还真厉害。我是这样，我再给您一口啊，我就最后一口价了，无所谓的事情啊，一千五我能拿回去拿。本钱不够。不够啊。三千块钱基本上不知道能不能报上本儿。三千我肯定不买。啊，那一千五我肯定不能卖，那就赔上一两千，你说让我咋卖？您刚才说可以赔呢，赔着呢吗？一千五对吧？三千块钱都不知道赔不赔。这东西是挺好看，刻的挺深的。行。那行吧。我给他们报都是五千、八千，最低五千。那您这价格水分太大了。不是，我太便宜了，收不来。这个三千，也就是我两三天没开门，我上山玩去了。我开个张，再一个老朋友来了，我能让就让。好吧，那我放弃了。那我放弃了，这个东西搞不定。哎，哦，还有盖儿。你放这儿，我看。哦，这种材料。年份晚了点，汪启顺，这感觉都解放后了，是吧？这都解放后了。解放前怎么？解放前，胎怎么这样？好吧，好吧。还有啥？我看看。那帽筒能看看吗？是吧？您给我一对儿的哈，啊，一对儿。哎，这个像是民国的嘞。哎，我操，这啥东西？一毛钱。江西高新田，我操，这大名家呀。好吧，这得多少钱呢？难怪了，行，我再转转说。好嘞，现在最火的就是这四字，这个红四字也漂亮，刚好跟上回拿回去把它一对一配，那我还在，还留着，放到玩儿。